王一博这个在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年轻艺人，他的每一次出现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不仅是因为他帅气的外貌和出色的才艺，更是因为他那种谦卑、努力和真实的个性。在镜头前，王一博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和舞者，他以出色的表现力和完美的技巧征服了观众的心。然而，镜头之外的他却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一面。在最近一次品牌活动中，他与多位娱乐圈明星同台看秀，展现出了他优雅又休闲的气质。在活动中，王一博身穿格子小香风外套，搭配黑色长裤，脚踩小白鞋，一股优雅又休闲的气质扑面而来。这种衣品的选择展现出了他独特的品味和高级感。出道以来，王一博的衣品一直都很好，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，他都能以自己的风格和品味展现出独特的魅力。除了衣品出众，王一博的颜值也是无可挑剔的。在无美颜无滤镜的镜头下，他的鼻梁高挺，下颚线清晰，眼里有光，仪态端庄，无论是侧颜还是正脸，他都能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帅气。然而更让人感动的是他的内在品质。在活动中，王一博展现了谦卑低调的态度，尽管他已经收获了名和利，但他依旧保持谦逊的态度，不断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技能。这种努力和坚持让他在娱乐圈中崭露头角，也让他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除了谦卑和努力，王一博还有着一种难以抵挡的魅力，他的反差萌。在镜头前，他是那个充满自信、魅力四溢的酷盖，而在镜头后，他则变成了那个有些羞涩、乖巧的社恐男孩。这种反差萌让人感到十分惊喜和可爱，也让更多人了解了他的真实性格。王一博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他的外表和才艺，更在于他的内在品质和个性特点。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和能力，也用自己的真实和谦逊赢得了观众的心。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，他都是那个充满魅力和活力的年轻人。总的来说，王一博是一位备受瞩目的艺人，他的多面性和真实的个性让他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。无论是酷盖还是社恐男孩，他都能以自己的方式展现出独特的魅力。这种魅力不仅仅在于外表和才艺，更在于内在品质和个性特点。相信在未来，我们会看到更多关于王一博的精彩表现和作品。